锵锵三人行，我们这个虎年春节排出的阵容就是师傅加美女，这是香港著名的风水命理专家呀，邝伟雄师傅。对，哎，邝师傅，为了今天让你更有威神，我给你找我们台最漂亮的，谢谢谢谢。杨叔，不敢不敢，我非常荣幸见到邝师傅。听说平时给邝师傅就看一个啊，就至少是反正很多很多钱。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免费向邝师傅讨教。听说邝师傅挣钱挣的比陈伟聪还多。哎，邝师傅，今天我知道你这个叫奇门遁甲、五行八卦什么都通了。那么我们先说说咱们凤凰卫视啊，最关心这个什么什么国家的命运，国家的命运。国家的命运说呀，邝师傅你知道吗？有一绝看面相啊，看面相，看面相。哎，你先给我们这美女看看她是面相怎么样？哎呦，我有点紧张。面相肯定好啊，但是有一些黑痣要脱掉。黑痣，我都没。这里啊，痣你都看得见。天哪，我自己都没发现。这个痣是肯定要脱掉。桃花痣是吗？也肯定是桃花痣的。那这是进在眼尾吧？眼尾是夫妻宫。夫妻宫，桃花有痣就是三角恋爱的麻烦了。三角恋爱，麻烦麻烦。好好好。但是你看那三角好的眼下面也有条肉在这边。是眼袋吗？眼不是眼袋，这个是子女宫。子女，对，将来有很好的子女。啊，天哪，我是贵人母，能生等很多孩子，是也不是很多，很好啊，生的不是很多，但是很好。那意思是说，我的子女可以为我带来很大福气。对，他有名次啊，比如说他事业很有成就啊，然后就是对你很孝顺啊，那就很好。那我是不是应该赶紧结婚生子啊？还不行哦，不行。我刚才跟他算过了，不能太早结婚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怎么说，太多挑选了。哦，太早结婚就不行了。好，为了专一，赶紧把这个痣取了。没错，你要不取这个痣呢，你下边这个子息宫啊，你这个孩子到底是谁的？是第三者的还是谁的？我这几亭差点吧。你是北方人，北方人最主要是看那个上面这个下巴，下巴很重要。要么北方人没有这个下巴就不行。我这算什么下巴？正常了。正常。哎呀，正常的是什么？要么就是有一些人北方人下巴没有，就是斜进去的，那不行了。对对对对。我这种下巴说明是正常的。顺门你是北方人有这个下巴可以诊断是赚到钱。对，你是大夫还是正常之外？正常的，能赚到钱。那虎年怎么样呢？我虎年你的牛年就不行了。没错，牛年太差了。冲太岁。你是感同身受是吧？感同身受啊，很糟糕。因为就是我们说冲太岁有些变化。好多事情就是哎不如意，突然间发生，逃也逃不了，但是虎年就好了。好在哪里呢？好在那比较正常，比较正常，说了半天，正常已经好了，因为你是在走运的人嘛。哦，比如说他在走运每一年差不多很好，但是哪一年不行了就不好，维护正常的已经很好了。哦，我一直在走运的路上。对了，没错，前途是光明的，道路是曲折的。对，文涛大哥今年反正是行大运了。哎，好，那这个咱们接着说名人，还有说说娱乐明星吧。娱乐，最近范冰冰很火，网上还有一个男版的范冰冰。男版的？哎，对，就是那个男的把整容之后，还有化妆之后，整的和范冰冰基本上一模一样。师傅记得的就是女版的。我的概念就是范冰冰的五官很清瘦啊。清秀，哎，补妆不好，不好意思，清秀，哎。但是范冰冰桃花怎么样？肯定多啦。今年她的感情烦恼很厉害，就是虎年。哎呦，冰冰要注意了。但是今年她就是名气有增加的，名气还会增加，因为她的姓范是木旁，姓范是木旁，木在顶，木在上面，哦，草木，草木头，因为今年老虎就是木年。木年，对，每逢有木姓人，今年都会有名气。哦，这样的。那我想想啊，章子怡呢？章子怡，她是子丑寅卯，子是老鼠。啊，章子怡跟我一样，我也属老鼠。对了，老鼠今年就是伤官年，伤官一个星，就是比如说应酬很多啊，桃花很多啊，工作很繁忙，就是这样子。也有名气，但是一条对感情不好。哎呀，说来说去，我就和这感情干上了。2010，你跟章子怡一样闹感情危机。对。哎，但是我很好奇，师傅，就很多明星啊，他为了自己好看就去整容。那你觉得这个面相是看他以前的面相，还是说整容之后可以转运呢？要么能整，按照那个面相标准来整是可以改变的。啊，真的？按照面相标准，对，因为好像是看风水一样。比如说你这个地方不好把它搞好，那当然是有帮助。但是现在好多人去整容，那个标准不是按面上的标准，它是按美容的标准。对，比如说师傅讲了，说这个法令纹很重要，很重要，千万不要打。
打了在这过这这两道纹是干什么用的呢？干什么？就是你比如说人生当官，你看奥巴马，哎呦，奥巴马好深哦，你看他的纹很深的啊。哦，法令，奥巴马法令，法号司令，法号司令。你当官没有不能没有那个法令，哦、因为你当官没有那个法令，人家不听你的吧？你没有说服能力。哎，那如果没有，就没有，你也没有。我当然有了，有啊，两位都有啦。他要不笑，真还就没没有，因为他年轻。他年轻，法令纹年轻没有那么深，不要那么深啊。对，我以前有一个朋友很好笑，他以前只有一边有，然后后来摔了一跤，把这儿磕了一个坑，然后一笑起来就有两边了，顿时有权利了是吗？我不知道，这是按照师傅的说法是可以改变的。比如说家庭主妇啊，女性有这个纹，老公听她的啊。哦，比如说主持人有这个纹，观众听他的。哎呀、啊，你说，那我还应该千万不要把这个美容搞掉。他们说没有这个纹是很漂亮。嗯，第一条，第二条就是好多人尖面，哦，尖脸下巴太尖了，尖脸是吗？尖脸也不行的，尖脸福薄啊，福薄 啊，你看你不下巴就是好，我就不笑，我就天天板着脸。我整容还得拿刀把刻深一点。没有，他是说你太年轻了嘛，等你以后那个什么一点就越来越有。你刚才讲奥巴马的面相怎么样？怎么看？奥巴马呢？比如说他没有结双法令纹就。很差，很差。有这个法令纹，还要听他的声音，他的声音最重要。哦，还能听声音？对呀、啊，看一下，要看声音很厉害的、哦，很重要。比如说他很瘦，但声音很洪壮，啊、哦，很响的，嗯，他很灵不赖。哦，声音响的，响的，对，很重要，中气很足，中气很足。还有这个法令纹，他以前是当律师的吗？啊、哦，也是要这个法令纹吗？没有这个法令不能当律师的。那你们广播学院播音系的、不是运气都不错吗？对，你看钟老师，我们的领导都是法令纹很深的。但是有一条，这个声音呢，男跟女的分别不同的。怎么讲？男的声音洪壮比较好，女声音太洪壮的不行的了。哦，母老虎啊，因为这个洪壮太洪壮，肯定离婚，婚姻不好的。哎，但是也有人说，如果女生声音太尖化，会太刻薄。也不一定，就是声音太洪，像男生就不行的。哦，所以说女生啊，声音很洪壮啊，这肯定要晚分。嗯、你看好多演艺圈的名人女性都是声音是比较洪壮的。谁呀、啊？第一个就是刚才说哪个周迅？周迅，对了，周迅声音雄壮吗？雄壮，男性声音他有点沙哑，都是一样的，都是一样。就是比较偏这个中性，所以千万不要吃那么多辣椒，不要吃辣椒啊，吃太多的声音比较沙。那你看李宇春也是这样，声音很偏男性，很中性。这样的人都要晚婚，都要晚婚，要么早结婚，肯定离婚。哦，还要找一些不正常的婚姻。什么叫不正常的？有些人就比如找一个离过婚的男性啊啊，跟老外结婚都是不正常的嘛。哦，这不可以化解啊、哦，可以。那照这样说，是不是如果台湾那些女生声音嗲嗲的，哎，纪凌姐姐、那样的，是不是就很好？就是太柔，太柔，这桃花太旺的不行。好，咱们先进一下广告啊，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哎，嘴巴太差。邝师傅，这刚才讲到小甜甜那个风水师陈振聪，你们同行，哎，对，你们这个你对他不敢高攀呐、啊，我不是哪一行啊，他是按摩那一行啊，对对对对。那陈振聪你怎么看他这个官司？面相。2010年，他肯定不行了，因为他是合太岁，他属猪的。对，属猪跟虎年是相合，合太岁相合。一般说相合是友情是好的，但是相合了，比如说去年有官非，今年还是合着哪个官非，官非不能那么快了结。哦，这官司不能那么快了结。今年合官司，明年兔年也是合官司。那对他这个案情是不太有利的哦。但你不利，你看那面相里面嘴巴讲得不好。怎么讲？我也听另一个风水师讲，牙很爆，对对对，对学不了，学得像，学不了。我们是这个嘴巴盖不了那个牙齿吧？啊，哦，合不拢，无事招非嘛，无事招非。嘴巴盖不住牙齿，就无事招非。也官非的嘴巴就是这样，因为一个人呢，从51岁走嘴巴的运程。51岁，嘴巴嘴起作用。对，48、49、50、51，嘴巴已经有影响力。比如说51岁嘴巴长得不好，51岁开始就要当心了。但是嘴巴的运程有起码10年，但是他们说我这个嘴有点小啊，不小啦，你张开的时间就大就可以了。那当然，张开要多大有多大。对对对对对。哎，那刚才咱们讲了，就是合太岁。嗯。其实啊，我们一直想了解一下，到底年年都说什么犯太岁、冲太岁，什么太岁当头，对对对对太岁是什么东西啊？
太岁啊，最主要了解这是不是我们天上要拜哪个菩萨哪个东西，不是哪个东西。嗯，太岁就是我们说按照天上面来说就木星。木星，木星就是很大的嘛，对，对地球影响很大的。我们按照规律就黄道十二宫。对，什么叫黄道呢？黄道就是地球围绕太阳转一圈，360度，分开十二份。对，在中国来说就是十二生肖，在外国来说就是星座。十二星座，星座就是听、哦、根本就是天文学来的吧？哎呦呵、啊，所以太岁跟星座也是有一点点有一点关联的。然后都是把它分作十个部分，哪一分就十二生肖。比较简单是这样子。那太岁呢，比如说听说今年的太岁叫什么乌桓呢，它一般有一个名称，嗯，但是一个名称是开始的时间没有的，这是后来道家嘛，中国拜佛嘛，道家哪一些把那个宗教跟那个五行连在一块的，给你这个名称、啊、给了他一个神、哎啊、对对 对, 对，实际上它就是一个时辰，对对对，实际上是一个方向，一个五行，不是什么、嗯、什么一个菩萨，不是什么哪个。那你是不是不同的时辰有不同的太岁啊？是这样的、啊、一年转一气、哦、一年嘛、就是、一年轮一次，但是就说、啊、比如说今年的这个太岁，你像说属虎的，对，还有说是蛇猴都算犯太岁，对，今年犯太岁就是老虎本命年了，嗯，然后就是猴了，猴就是相冲嘛，嗯，还蛇了，蛇就是跟它相迎，相迎就是不和谐，不和谐就相迎，还有猪也是，嗯，猪，老鼠呢，我怎么听说猪好呢，猪就相合，合中带迎嘛，啊，你看我这上面写着虎、啊、当年太岁，老鼠生助太岁的成员之一、啊、我的理解就是太岁助理、啊、老虎今年都可以这样理解，老鼠是今年太岁助理都可以这样理解，太岁的秘书是吗，太岁的秘书，对对对对对不是要就好 要说明白，我好多人说本命年，本命年不一定是坏的，我可能是好的，就属虎的今年老虎，对啊，因为是本命年，就是很极端的，要么很好，要么很差，没有中间的。那这个该怎么看呢？谁好谁坏呢？那看哪一个人是当运不当运哦。哦，那当运不当运、怎么判断呢？当运不当运，看他面相啊，看他生辰八字啊，要找算命师傅算一算才知道的。哦，那这个运可以转吗？就比如说我今年我犯太岁，啊、本命年特别不好、啊，那我已经知道我不好了，嗯、我该怎么办呢？最主要是你要冲太岁，本命年肯定就是要自己劳累一点，要劳累一点，对，犯太岁肯定要辛苦吧，所以说有些人说啊，本命年冲太岁他怎么样呢，搬家出门装修转工作，不停的生小孩、不能定下来，哦，对，多去旅游，比如说呢，不工作，多去旅游。嗯，你不辛苦自己，天要你辛苦就麻烦了吧？就把那个霉运给抵消了。对，霉运给抵消。他这玩意儿就跟公司要求多加班也是可以的，都可以主动啊，主动加班不要工资的啊，出差。所以凤凰的那句话是很有道理的，女的当男的用，男的当牲口用，对吧？是可以转运的。对，你这属相不都是牲口吗？对。哎，那这个说的有意思，就是说如果我是犯太岁，嗯，我也不见得，嗯，今年真的不好，对，但是我要把我自己搞得忙一些，对，哦，这样可以化解。哎，那像刚才那个师傅讲了，就说是这个国家领导人的这个面相，就是什么东西都有风水可以看。对，我们有的观众还想请师傅讲讲啊，咱们像北京的那些标志性的建筑，嗯，你比如说那个国家大剧院，你知道什么样子吗？我知道，像个巨蛋，嗯，巨蛋，那个风水怎么样？那个是不是有人在哪里办公都无所谓？哦，应该说风水要你坐在哪里办公，办公楼是怎么样，桥箱是怎么样，才能决定风水好不好。哦、那个根本就是放在哪里就运动都不管，就没事。如果有人在里面办公呢？办公就是因为它是圆形的嘛，圆形没有一个怎么说前后分不清楚，没有朝向，没有坐向。我们知道看风水最主要是后面是哪里，前面是哪里，很清楚分清楚才可以确定风水。所以那个圆形根本没有风水。哎，但是听说他当时建的时候也是请教了风水师的，阴阳调和有水的。那是法国风水师，法国风水师跟我们本地不一样。外来的和尚不会念经。确实，你在国家大剧院呢，找路啊，跟迷宫似的，找不到啊。就是你找个厕所，他们说有一次什么今年什么还是什么音乐会，说那个中场休息的时候，休息完了指挥也没回来，啊，因为指挥上厕所找不回来了。哦，那个央视大楼呢？哎，对，那个大裤衩子。那个应该可以吧，那个应该可以吧，应该有一个标记性的东西吧，在哪里啊，人家看上很舒服就可以了。
哎，那看着舒服吗？我问一个不太合时宜的啊，就他当时发生那个火灾是有点命中注定吗？火烧旺地，火烧旺地，旺地。哎，这把火很多情况就是一个地方经过火灾以后，它更发展更好。哦，就这原因吧。哎呦，所以不用太担心哪个问题。所以给火烧那个楼啊，应该这个楼价飞涨才对。啊，对。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哎呦，咱们这个还是得拜年呢，这个第三炮把这放了哈。对对对，咱们这师傅金口一开，给咱们全球华人观众，恭喜大家今年虎年虎虎生威，发大财。好吧，您这么一说，肯定能发财。还有咱们美女玉口一开啊。好，祝福全球的观众虎虎生威，如虎添翼。好。至于杨叔这个本人呢，就是今年就是初至，初至，然后晚结婚，我们都盼你晚点结婚。还有住在南方生财。哎，对对对对。你像我是出生在北方的，这个大师就说我是寒土，就说你得到南方发财。对，确实是这样。香港就是我的福地，是吧？哎，还真是说的。哎，你的。大师还有什么问题啊？哎，就刚说到香港啊，我以前就是没来香港之前，真不知道香港人那么信风水，几乎每一个人从富豪到平民老百姓，有钱的没钱的，几乎都要看风水。特别是最近陈振聪这个案子啊，大家非常关注。你看香港任何一个富豪，李嘉诚、李兆基，在做一个重大决定之前，都要去咨询风水的风水师意见。您说这个是这个是经济发达的结果。经济越发达，经济越发达，他们越要什么什么东西都要拿来参考嘛。他主要是赚钱，能赚钱的东西他拿来参考。你的风水能赚钱，他拿来看一下。你看，另外就是有人说穷算命，穷的时间在算命，穷算命，富烧香，富烧香，有钱的时间他要保佑自己钱啊，健康要好，要看看风水哪里有病，哪里没有病，是这个原因，是这样的。而且这个风水师还说穷算命，我觉得很有钱啊。你们干这个很挣钱吧？不赚钱。听说改个名就能收十几万呢？没有啊，没有啊，没有啊。哎、你在看呢、啊？哎呀，你说完以后没人来找我的麻烦了。那给我们讲讲财运呢、啊嗯？财运，中国内地的，咱们最关心中国大陆的这个财运怎么样？2010，还有今年的股市，对，股市。2010呢，对比去年呢，又差一些，会差一些，差一些，因为我们按照每一年立春嘛。你记得立春哪一天吗？2月4号就是立春，一年开始，哪个生辰八字来算？每一年都是这样预猜的。去年可以，2009可以，没人说好，我说好，2009就好了。零狗就非常好了。那10呢？10就没有那么好。10是借财年，借不是借，打劫的劫。哦，劫财、啊。劫财年。哎呀，当心被人劫财、啊。劫财不是只是你钱放在钱包给人拿去，好像股票啊，对，炒楼房啊，不要那么火。没错，要保守一些。那对于杨叔来说，就是劫色年，你要小心。没有，我更关心我的财运。另外，我还很关心啊，就是说，我有好多朋友在香港找房子的时候，你看香港不是人多地少嘛，所以那个房子很多时候和一些不合时宜的东西连在一块儿。比如说以前尉迟林家，他住在三大殡仪馆旁边，每次你看那边对打车就说司机问去哪儿啊。殡仪馆，真不知道，还以为你去哪儿呢？但是他就住在那个附近，然后那边有很多豪宅，也是看这个殡仪馆的。对对对对对，这个对，应该没关联的，没关系。我发现香港有一个以前那个超级富豪霍英东，霍英东住在坟场旁边的，越住越旺。没关联的，他自己本身风水好就可以了。哎，那我还问，咱们就关心国家命运嘛，就是说中国未来会怎么样啊？东方压过西方。真的，对，因为这种看风水就是现在是煞元八运，就是从2004年以后20年最旺就是东北，东北方向。东北我们中国版图里面，北京上海就是在东北了。哦，所以东方压过西方，所以可以肯定长远投资可以放心。那你的那些现在咱不是美国最大的债主吗？对啊，那这个将来我们能不能压倒美国？这个应该不难。不难，有多长时间？不难，有花点时间就可以了。对，有涛哥这个面相，应该不难哈。对。哎，那就是说房子呢？房子，2010年我们该买房子吗？你要买来住可以。不要投资，不要投资，因为今年就是我们说劫财年嘛。比如说投下去来投资，很快的亏，要么就在哪里待着，很多年才能
回报率才能高。嗯，所以要保守一些，今年就是要投资啊，要买东西，要看清楚能承担哪个后果才能去买，才要去买。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TCL 地球宣言。